分校长课的结果哦。ご歓談中失礼する。我らは去るお方の使いの者でな。先ほどの演奏感服させてもらった。ついてはぜひとも頼み申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だが。上钩。心之所在，不，心之所在不是那旋律，因为刚刚它有一段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有用那个去听，可是不是，感觉很像那个啦，就是那个宫崎骏的音乐，我觉得有点像，好像宫崎骏的音乐，好像啦，我不太确定。之后记录档再多听听。只是按照轨迹过往，他们的歌都是他们自创的，对，就他可能会像《心之所在》一样，就是可能用到空轨时期的音乐啊，冥币轨的音乐，对，是没有用到现实过，所以，可是我刚听，我是这样子觉得了。そなたらが噂の楽団の。噔噔，就全部都来了。それではごゆっくり。何かあれば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等一下，有事。クラウソラス。不是，这很显然有问题啊！你再怎么样，也不会把他们全部邀请过来，然后只让他们单独会面吧？对不对？哦，遮蔽声音的屏障吗？シャオンフィールド展開完了。即興ですが、うまくいきましたね。隔音立場。これでしばらくは外に一切声は漏れませんよ。好家伙！エリオット、ほどほどにね。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理你的，哎、啊！宫崎要在，你其实都在，怎么可能一次要那么多人？嗯，太不吉利了。政府的傀儡做什么？好、哦，果然是个幌子吗？根本不在这。毕竟有没有？怎么会让那种尊贵的人跟侯爵在一起？突然决定和利贝尔的留学生一起啊，抵达铁路的途中，哪里啊？直接要塞更加的那种铁壁要塞安全，哇，串联起来了。自暴自弃了，答应了他们。哦，要进去搭就更难啦，对啊。为了少女们，我们一定要加油。
さあ、間違いねえだろう。たらーん、保姆来了。フィーから連絡があったら、テート方面からあいつを探してたんだが、まさかあのでかい要塞にたどり着くとはな。お、じゃあ他会加入我们了吗？ティータとコージは第4の監視下であくまで丁重に保護されているって話だ。そしてそれを鉄道関係者とバラッドに口止めしなかった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なんだろう。能走出怎样的路？最大的正规军的据点啊，对啊。对，不是第一次潜入军事要塞啦，以前在利贝尔也常常潜入啊。哎呦，莫非倒立无效装置吗？让我们看看。速克中后，要么倒立无效装置，要么就是那种不被侦测的那个装置。继承空轨，一堆机甲兵。公司提供的物品送过来了，啊，又躲在里面，啊，侦测不到，对人侦测不到，因为又有传说中的机关。说幸好，帝国男子应该有的态度吧？哼！活体反应器有反应，猫咪，呵呵。塞雷呢？装装超装！干脆就顺便检查其他的货柜吧。欸，其他货柜也检查了欸。当初在空轨的时候就玩这个套路，就是侦测，对，还有反，他们就拥有那个反活体侦测器，然后当初空轨的时候就是，欸，怎么忽然间有反应了，然后大家很紧张啊，结果是一个猫咪，然后就啊虚惊一场，然后就收手走了。结果这一次有没有很聪明，每个货柜都重新检查？可是那为什么？我感觉他很自在啊。嗯，所以还是躲在那里面吗？那不是都每个都检查了？避开活体感测器的感应消除器。
缩小版本。黑猫的假动作也配合得很好。可是，对啊，我不懂哎，他不是每个都检查了，顺便检查其他货柜，哼，还是他们的检查只是有没有继续 BBB 而已，我以为每个都打开来检查，还是成功躲进来。好，那关键呢？我们的人员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人又再多一个。那个不好意思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库特，好不好？这个虽然大家对阿加特没有感情，但我多少还是有啦。哎呀，这最好，都固定，就不用换来换去。这边应该也都固定，可以。2166，有没有看他攻击力？2166，可以，好吧，可以。火龙斩，霸王威风斩，水牛怒吼，招式也都是怀念的。哇，这破250，行。你说跟瑟琳同一箱，其实基本上啦啊，那个九个人呐 啊同一箱啊，这绝对是不可能。而且没有瑟琳努在前面，所以他们只有一半的地方可以去躲啊，对不对？话说空轨的时候，他们是躲在同一箱，然后Evaluation FC 的重置版。对，就还有那个 CG 图，就他们躲在里面的 CG 图，很棒。好，那就直接走。阿加特主回路魔法装错。哦，这个哦，哎，对啊，你带音节干嘛？攻击魔法可使 CP 上升。有事吗？你两个交换不就好了？你就不能换，好不好？不能换。直接被发现了。ナイトハルタ中様、リンさん、アガタさんも。我是有想过会被发现啊，但没有想过这么快啊。你们是不是24小时守在那里？然后说他们到底来了没？应该要来了吧？来吧，来吧，来吧。キータも一緒か。一警报，马上都准备好了。阿加特さん、本当に来てくれるなんて。足りめだ。言ったろ。絶対駆けつけるって。殿下たちのことは安心するがいい。こちらで丁重に保護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你到底在那边站了多久？所以提达还说。那个不好意思，我想上厕所，他们应该还没来吧？我们今天已经站了4个小时，他们都还没来，应该不会是今天来吧？あくまで要塞の客人としてな。最上階の司令室にて待つ。解放したくばここまでたどり着き。己の手で勝ち取ってみせよ。ただし、我ら第四機甲士団の本拠地、
不本意だが人形兵器も紹介させている。乗り越えたくば君たちの全身全霊をもって挑むことだ。本来是想要考验我们啊。